好，看一下，这里比较平哈。好，这里又稍微斜一点，看到没有？通出来一点点。好，这个更斜。有没有看到它的斜的角度？好，这个口内斜的。好，请看一下这个外斜哈，看一下这个地方勾回来，这一点向下拉长，对不对？到这个地方收回去，很长，对不对？这里面最长就是它。你不要踩在椅子上嘛，就不会那么累啊。你偏偏要踩在椅子上又那么累，把椅子靠进去。来，请看一下。好，这个要小，你们看，这个粗细细到粗哈、哦，收笔。然后这个左点，右撇，右边比较稍微粗一点。然后这个撇粗到细。好，请看啊，这个是从这里啊、哦，很细哦，一个弧度勾。你看它的勾比较粗，对不对？那个弧度比较细。右边的撇跟点会比较粗，而且也比较长，向上一点，向下粗到细收，粗细粗收。